哦，我的公主，你这是舌灿莲花吗？这叫口吐芬芳。这表情看着不像是生气的样子，这口水流的。想不想吃罐罐？想吃就喵一声。来，让我摸两下。啊，你这口水滴的，肯定很想吃罐罐。算了，还是给你吃一个罐罐吧。什么造型啊？非常六加七啊！你没有对象，还没有小毛毛，那你冬天怎么活啊？其实我有两条秋裤，一条冬天穿，另一条还是冬天穿。小猫咪只需要三步：设定好水温，准备好毛巾，抱起猫咪奔向浴室，关上门后开始放水，全身均匀补水，全身涂抹沐浴露。左搓搓，右搓搓，上搓搓，下搓搓，冲洗掉全身沐浴露，再次涂抹沐浴露，最后用水冲洗全身。过程中保护好猫咪脑袋，温柔拧干全身水分，用干毛巾温柔擦拭全身。过程中保持手法细腻，拿起吹风机对着肚子吹，吹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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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接着吹干背部、腿部 ，J O 点，吹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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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功告成，收工。